而已啊！哥一言九鼎，报什么仇？王道一，他手上的疤和凶手一模一样。王道一，他还有这本事？我现在就给你讲。等等，我现在要去救方栋，等我回来，你再慢慢跟我讲，嗯？哎，他重要还是我重要？当然是你重要。你哎哎，别着急，你哥的事儿我肯定帮你办。你先在家踏实等着，等我回来啊。你要是回不来了呢？别这么咒人家嘛，等我回来啊，我还要跟你好呢。哎，我自己查。 林姐姐，你怎么了？一个人在这儿？他跑了。好啊，这个孔雪莉，让我去把证人安顿好，结果自己跑了。果然这世上只有我方大哥靠得住吧？小铃铛，我遇到了困难，你能帮助我吗？你放心吧，包在我身上，我装客坏人。你胆子那么大呢？ 我生下来就不知道什么叫害怕。那，你敢不敢和我去趟破庙？我小铃铛就没有不敢去的地方。那我什么时候走？还等什么？现在就走。走，走。好你个孔雪莉，让你看不起女人。今天我就让她长长见识。对，给她看看，加油，加油。走，快点。 八月初三生人，她是我的妻子，失踪了三年。她在哪儿？你告诉我，混蛋！姚子衿，是不是那个身材高挑、椭圆脸蛋儿、有一颗泪痣啊？她在哪儿？那个女人啊，让我想想，她好像被我卖到旧金山当妓女了。混蛋！是个可怜的女人，不过长得真好看，就是性子倔了点。可惜了，可惜了。最好现在杀了我。 不然我会变成厉鬼缠着你，天涯海角我死也不会放过你。死到临头还嘴硬，这不难。我水底三宝之一，用来打气的打气筒；我水底三宝之二，用来防身的小刀刀。 是在你皮皮虾吗？你闭嘴！这不是为了救你吗？那你牺牲还挺大的。岛上有多少人？不清楚。方栋，我要你何用？有上头蛇，三足鸟，买卖人口。我听说了柳仙人的制作过程极其荒谬，非要把木雕烧成百年树下。这帮骗子信口雌黄。 去看看，走。这不知道的还以为我是来送皮皮虾的呢。在那边。啊？那。就在这儿，买卖人口。啊？昨天就在这拍卖的，当时。 藏在那儿。
这人呢？刚才还在呢，藏起来了。打起精神来，现在可只能靠自己了。难道算卦算到我们要来，东西都不要就跑了？有道理。小铃铛，你去那边看看，遇到危险的话就喊破喉咙。好。害我小铃铛没那么容易。这什么东西？王道义这么有钱啊？小铃铛，小铃铛，小铃。看来林姑娘心里……也有贫道的一席之地。我想起来，有些话还是要和大师讲。哦。张驴子，好久不见。有空去我店里喝酒啊。哎，老板娘，你有话要跟王师兄讲，怎么不打声招呼就在人家地方乱转啊？这不之前来得太仓促，没好好参观吗？这次正好参观一下，这不刚看到一半你们就来了哟。没想到连姑娘这么关心贫道，我这边正好缺一个打扫房间的人，还缺一个做饭的，要不连姑娘就留下来别走。嗯，大师，您这话可不能乱说，你可是出家人。穿上这身袍子我是出家人，脱了这身衣服我就还俗了。那这也太仓促了，我回去准备准备，我先走了。你不想知道你哥哥怎么死的了？这件事还没有一头事呢。王师兄，打算怎么处理啊？哼，这么水灵的美人，当然是卖。可惜了。可惜什么呀？当你有钱了，什么样的美女得不到啊？他可是孔雪莉的相好，不然我抓。